大家好，我是来自申浩 TV 的申浩。今天是8月6号2016，马来西亚发生一件大事。什么大事呢？那就是 Pokemon Go 正式在马来西亚，也就是 Malaysia 可以玩了。这个 Pokemon Go 呢，能够在 Google Play 跟 App Store 下载。好了，我们去看一下怎么玩。好了，我们现在已经下载完毕了，现在我们就来开始玩 Pokemon Go。OK， 所以一开始要选我们的生日日期。201986 GPS signal not found。 当然选好过后，我们就 sign in as Google。 好啦，开始啦。Turn and condition accept for facial window do you know？ 开场白 选男的，好，就选这个吧。开始玩喽 ，Catch Pokemon， 怎样子走呢？哦，好，就抓小火龙。来个吧，喂，哎呀，还是抓不到，哦，抓到喽，抓到小火龙啦。OK， 我可以换名字的哦，这个小火龙，就叫这个吧。OK， 我终于抓到第一只 Pokemon， 就叫我申浩。TV Only number in 申浩 TV OK Yes。 我们可以在 Pokemon Stop 找到那些 Pokemon Ball。Let's go。